猜猜这是什么？今天用这个来煲一锅汤。准备好这些食材，把汤料都放在大碗里，倒入适量清水，把这些汤料都清洗干净。把朱恒丽背后白色的东西割掉，然后切成块。锅里放适量清水，把朱恒丽和猪骨冷水下锅焯水，焯水过程中记得撇掉浮沫。焯好水捞起来备用。准备汤锅，所有食材倒进锅里，然后倒入适量开水，盖上盖子煲一个半小时。一边煲，五指毛桃的香味一边散发出来。汤煲好了，把五指毛桃夹出来，这东西也没法啃，扔掉。放适量的盐，翻拌均匀就可以了，一锅美味的汤就煲好了，赶紧盛一碗喝喝。这汤可以健脾祛湿哦，一家老小都可以喝，做法简单又美味，喜欢快来试试吧。